Hello， 大家好，我是冯建宇，大宇。冯建宇周五座谈会结束之后，一直以来没有给大家更新什么太多的照片啊、视频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做了新的一期 vlog， 主要是以运动为主。我后面是篮球馆，我约了很多朋友在这里来谈篮球，因为最近嘛也是奥运的期间啊，在关注奥运比赛的同时呢，自己手也很痒，因为很久也没打了。我主要关注的像什么像昨天我直播上面看了王涵跟施廷懋的双人三米跳板，然后也是得了冠军，包括侯智慧的举重。有一个 flag 嘛，就如果今天不进到25个球以上，我就做30个连续的俯卧撑，很牛吧？比赛开始。多少个球？我刚才立了一个 flag， 说今天打完了之后能进到25个球，然后也没有人帮我数，但是我觉得是20个以上，25的话我心里有底。在我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惩罚还是能接受的。这是我见证人，这个是我的表弟，在哈工大数学系的博士，这个是我的高中同学，你们俩见证我做30个，公布一下吧。来吧，来吧，公布一下。哎，标准啊，标准。好，总之很开心，因为夏季嘛，大家运动一下，出出汗，然后。能增强身体体质，这个就是我特意拉的。有些发福了，发了很大的福。比高中的时候比我是要瘦一点，但现在他已经。那在最后呢，也祝我们所有的奥运健儿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优异的成绩，希望大家都能照顾好自己吧。就这样吧，我也不说太多了。